刚得到消息，姓赵的又去整姓陈的了。奇怪吗？他雇的打手是我叫过去的。啊！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下手可以狠一点，但别弄死，也别弄个终身残废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管。我就是喜欢看他被蹂躏的样子。 把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刁民逼成一头丧心病狂的疯狗，不是很有趣吗？明白了。好戏开始了。萌虫，你对姓陈的那个家伙挺上心的。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很滑稽，陈二狗。 我本来以为这个家伙靠点小聪明和运气，能在上海多混几年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了一个熊子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更何况是一个没有杀伤力的东北小土狗。他怎么跟地头蛇斗啊？如果这次不放过他，伤了元气。 他可就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一个小人物就应该有小人物的姿态，被踩、被吐口水，都是他该有的觉悟。你要插手，就味道就变了。二锅头是不上档次，但是起码能入口。如果勾兑了大牌酒庄的葡萄酒，反而非驴非马。 为什么不守承诺？
有意义吗？我今天突然能够体会到吴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：小人物不傻，缺少的只是机遇。以前我不明白他那么低调图个什么，今天看到你的表情，我想以后我也会收敛一点。不过那是以后的事，今天我还是要把你给废了。都说做人呐，有点余地日后好相见，可惜呀，我家没这个传统。我就是要把你给逼急了，狗急了跳墙，要不然你也跳一个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再跪一次，说不定我心一软，就把你给放了。拿个匕首有什么用？老子今天扭断你的手，看你怎么挥匕首！为啥又老逼我呀？我不想跟你斗，我也玩不过你。你咋就老逼我呀？你逼我，你能得到啥好处啊？你到底想咋的？你这是作死呀！现在就在三千跟前方离开上海，我怕那犊子的手下报复你们，我要死也不能拉着你陪葬。三千以后就交给你了，胡生，我现在就找小妖交代一下。别，你拿下！你是要一人把这事扛了吗？你甭想，从我给你烟抽那天起，你就甭想了，要扛一块扛。要死一块死，要跑一块跑，咱们现在得一块跑。也好，分开跑，这样安全。那就南京，咱们南京会合。我在那儿有朋友，给你安排个保安，吃口安稳饭是没问题。那就这样。三天以后，南京中山鸡鸣寺，早晨8点，我在那儿等你。如果三天以后我没见着你，每隔3天我都到那儿去啊。别废话，就这么定了。现在咱们跑路走。三天走。三叔，
信息，告诉小燕，让她立刻离开上海，休学一年，一定告诉她，让她听话，别问为啥，再跟她说一声我对不起她。 密码是我这卡的后6位，你也别问我为什么，就当我借你的。用了多少，你自己记得。你今天要是不收下这卡，我现在马上就报警。在外地，尽量别刷自己的卡。谢谢。 熊子又进医院了。上次是陈富贵干的，这次是陈二狗弄的。这对兄弟俩一个下手比一个狠。躺着进医院的不是陈二狗，是熊子。熊子被陈二狗用石灰蒙了眼睛。 一刀捅在腹部，那小子跑路的时候还摔烂了熊子的手机，这不是叫熊子等死吗？真毒！别吃了，给我弄一壶最好的酒。 好一个狼子野心，狠手腕，当服一大白啊！胡少叔，三叔到底去哪儿了？三叔到底怎么样了？干你屁事！你个小屁崽子，你啊，干嘛？哎我，哎哎哎，你干嘛呢你？ 你臭不要脸的，你骂谁呢？臭啥？怎么的？黑个假包糊弄人呢你？LV， 我呸！换个大屁股等人呢！滚犊子！你哼！哼，个浪样！胡尚书。 南京就是日本鬼子杀了30万人的地方吗？不，30万人呢？那是1937年，日本鬼子在南京杀了40来天。 抢劫、杀人放火，也就是我。当时我不在。如果当年王虎胜大将军在，我肯定就带着那30万人跟日本鬼子拼了，杀出一条血路。30万人了，别说是打，一人一泡尿。 都能淹死那帮日本鬼子。
陈二狗就这样被迫地离开了上海，带着不甘，带着屈辱。熊子的事情让他这个小人物的心里起了怎样的变化，无人得知。南京，六朝古都，对于陈二狗来说是福地，还是另外一个过场？魏端公、陈元书、郭歌鲁、夏禾、乔六纷纷登场，陈二狗以后的人生又会有着怎样的变化呢？敬请收看下一季《我心有猛虎》，细嗅蔷薇。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，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。生活里有一个年代在变换，我已不是无悔的那个青年，青春被时光抛弃，是当父亲的年纪，理想永远都年轻。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，你让我变得苍白，天真的相信花儿会再次的盛开。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。